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六人，已足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现在我们开始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38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6月30日星期四上午9时15分至10时7分，地点：本院红楼302会议室，出席委员林委员德夫等11人，请假委员段委员宜康1人，列席委员黄委员伟哲等19人，列席官员法务部政务次长邢太昭等9人，主席林召集委员维州。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并案审查委员曾明忠等18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3条及第11条条文修正草案，及委员许淑华等17人，委员吕玉玲等20人，委员徐国勇等19人分别拟具洗钱防治法第3条条文修正草案，审查委员蒋万安等26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10条条文修正草案。本次会议由委员林德福、张宏禄提出质询决议，各案均令定期继续审查。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还不够？好，议事录的确定。周春米委员也到场了。好，那请问各位委员，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无错误或遗漏？如果没有，我们就议事录确定。首先介绍列席的官员以及在场的委员。法务部政务次长邢太昭邢次长，谢谢。法务部检察司副司长于立珍于副司长。法务部检察司检察官林修平林检察官。法务部调查局毒品防治处处长苏中山苏处长。司法院刑事厅调办室法官李玉仁李法官。卫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司长盛立忠盛司长。食品药物管理署副组长刘淑芬刘副组长。教育部学生事务及特殊教育司专门委员刘家珍刘专门委员。国民及学前教育署组长杨国龙杨组长。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副局长李春长李副局长。国防部法律事务司法律服务处副处长杨崇建杨副处长。国军退厨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就医保健处专门委员陈桂美陈专门委员。经济部商业司专门委员庄文玲庄专门委员。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专门委员李慧芬李专门委员。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专门委员陈信敏陈专门委员。已经到会的委员包括顾立雄委员、周春米委员，好，谢谢。今天是继续审查委员黄国书等17人，以及委员张宏禄等22人，及委员王玉敏等19人，分别拟具《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蒋乃馨等21人，委员吴志扬等16人，及委员陈欧珀分别拟具《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2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刘建国等16人拟具《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11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委员黄秀芳等19人拟具《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2条及第11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与委员王玉敏等18人拟具《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增订第2条之2条文草案案。以上9案已于6月8日本会期第31次会议询答结束，并决定另定期继续讨论。本次会议增列
委员廖国栋等24人领具《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增订第29条之一条文草案案，仅作提案说明，不再进行询答。现在进行提案说明。我们好，尤美女委员也已经到场了哈。那个刚刚法务部有说明说，他们针对这些委员所提的这些修订或是增订的相关条文，他们也有一些新的这个版本，可能将来有机会会纳入一并讨论。我们现在先请法务部做说明。好，主席啊，各位委员啊，各位先进，大家早安。我们本部啊，就这个毒品防治基金啊这个部分啊，针对这个委员所的提到案件啊，本部啊有几项的说明哈。这个毒品危害防治基金啊，我们本部啊，在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二条之二啊，我们就它的来源跟它的用途啊，我们做的有送到，已经有送到这个行政院啊，现在在行政院啊这个审议中啊。那我们对于啊这个毒品危这个基金啊，我们针对这个它的检验啊，还有戒瘾治疗研究啊，还有这个安置啊、就医啊、就学就养，还有家庭扶助的部分啊，我们也做了很详细的这个规范啊，跟这个配套措施。那这个在因为这个在行政院正在研议中啊，我们是建请啊，能够等行政院的版本啊，我们一起来讨论，将或许会更周详一点。那第二个啊，对于场所管理的这个责任，我们在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1条之一啊，我们也就这个无毒的标章以及啊更多的通报义务呢，我们也做了很详细的规定啊。比如说啊，我们呢针对啊这个夜店业啊、饮酒店业，还有其他特定场所执行啊这个防治毒品这个措施义务啊，我们有予规范。如果没有执行相关的措施啊，最将可处罚最高啊到100万元的罚款啊。啊，如今查获有顾客或从业人员在内私用或持有毒品啊，也可处罚最高的200万元之罚款，甚至于勒令停业。啊，那我们也由政府提供场所负责人呢及从业人员训练课程与建立无毒场所标章等配套措施，借由本法案呢、啊，那个我们相信啊，我们这个。我们执法的机关呢、啊，与有心反毒的家长跟业者、啊、可以共同啊建构啊社区啊防治毒品的网站啊。当然啊，那这个在这个规章的部分啊，我们在31条之一啊，我们也规定的这个相当的这个详细啊。这个鱼路口明显，比如说啊，鱼路口明显处啊标示毒品防治资讯。第二啊，设置入口管理员啊，拒绝可疑为私用或持有毒品之人进入。第三呢、啊，发现疑似私用或持有毒品之人，通报警察机关处理之啊，通报义务。而且第四呢，我们也规定啊，备置从业人员名册及其受雇前5年内有无违反本条例行为之证明文件啊，还有其他的防治措施。那、啊、这些通报义务呢，基本上啊，也集合很多学者专家的意见。那当然，我们很钦佩啊，这个委员啊所提供这个版这个法所提这个法案啊，也内容也非常的详实啊。那有没有可能说、啊，等这个行政变版来的时候，我们一并来讨论，让整个法案啊能更真啊完备啊？谢谢。好，那今天的话，因为有另外一个修正的这个提案哈、啊，廖国栋委员的这个。版本并进来，廖委员是不是要做提案说明？好，请。
谢主席，各位委员。本席所提的，主要是要设置相关的这个基金，来进行强力的关于毒品泛滥的防治哈。那么各位知道，我们毒品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啊，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甚至有许多不孝的分子啊，利用毒品来控制原住民盗取山区珍贵的林产物牟利，甚至利用毒品来控制很多的少女来卖淫等等 的不法的一个行为。那么很多的经济弱势啊，也因为利益之所诱啊，来变成他们的一个工具。所以为了协助毒瘾药瘾戒治的工作呢，本席提出应该用更大的力量，尤其是设置基金来成立防治。那么根据法务部在民国103年的资料呢，显示我国监狱的受刑者总人数大概是57633个人，而因为涉犯毒品罪被关的就有26683，比例上高达47%。那么根据监察院的报告显示呢，如果再加计受刑人因为购买毒品而犯罪的，他的比例超过60%。那么吸毒常常引起很多的这个治安的一个问题，造成社会安全隐忧。那么现在令人担心的是，监所收容人呢，大概有40%以上的犯人呢，是因为毒品入狱。我要特别提醒的是，他的再犯率啊，高达72%，甚至有人说是78%，接近80%。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在监所里面收容的这个戒毒啊，可以说是成效不彰，甚至变成了一个毒品的进修班，而不是受戒治啊，变成了一个进修班。那么他们处以后啊，不但没有因为这个戒治而得到好的一个改善，反而变本加厉变本加厉。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就觉得最重要的我们的工作呢，当然是查缉毒品剧毒，更重要的是要让吸毒者不要再犯。那这个部分呢，不是光看这个吸毒者或是犯罪者本身，政府事实上还可以做得更强而有力的这个戒治所以我在这里跟我们的24个同仁提案要求设置基金加强防治。谢谢。谢谢廖国栋委员的提案说明。针对法务部针对廖国栋委员新的这个提案的修正条文的草案，有没有要回应的？来，请回应。好，主席好，各位委员好，各位先进。刚刚廖国栋廖委员与这个对我们这个业务上的这个毒品这部分的意见我们也是感同身受了哈。因为我们刚从花莲这个调到法务部来哈，我在这个花莲地区还有我们这个云林这个海边也看到一些这个乡亲们吸食毒品那这真的感到也是非常的痛心了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感同身受也对委员对我们这个毒品这个危害的这个重视我们也非常钦佩。那就委员这个等24人所提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增订第29条之一这个条文的部分本部的意见如下有关本条第一项、第五项之总养主管机关部分因本条例各项业务有不同的主管机关我们建请特定第一项设置基金第五项订立基金的分配运作办法的主管机关以减少争议。第二，有关本条第四项基金的用途其中第一款补助直辖市、县市政府办理前条第一项所列事项，因本条例第29条规定观察乐戒及强制戒治执行另以法律定之，而执行观察乐戒及强制戒治所需的员额及经费，系由本部及国防部编列预算支应，请参照第27条、28条，而不是由直辖市、县市政府办理。因此呢，我们这个本部建议
该款修正为补助办理观察乐戒及强制戒治之执行，以符实际需要。第三，鉴于毒品防治业务需各部会通力合作，本部已研提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二条之二条文修正草案，设立毒品防治基金，明定基金来源与用途，以扩展裁员并提升预算的综合成效。本部呢，并2100年11月25日以法检日第10405454940号函呈报行政院。由于毒品防治基金涉及的经费来源、基金的规模、运作管理等事项，行政院主计处表示，依行政院定颁之中央政府非营业特种基金设立及存续原则规定，新设的基金必应具备国库拨补以外新增适足之裁员，有必要评估实质增加裁员的方法，必立新设基金，使重大政策得以顺利推动。另就罚锾之部分提拨，试设各地方政府现有裁员之调整，为避免影响其执行毒品防治之工作意愿，亦需与各地方政府协调取得共识之后，与委员提案并案推动。以上报告，敬请指教。主席、委员、各位委员，谢谢。好，谢谢。接着我们请卫生服务部，福利部，盛司长，好，说明。卫福部的立场基本上是尊重法务部，支持法务部的看法，谢谢。卫福部啊，我们上一次到现在哈也很长的一段时间了。那我记得那时候本委员会有特别请你们哦，针对说这个委员们想要把这个毒品的这个等级啊哈，尤其是 Ketamine 的等级提升，当时啊其实是争议蛮大的。但是呢，那个Ketamine 的泛滥却是一个普遍的事实。那社会上也非常的关心。那除了说用这种把它提升那个等级的方式、修法的方式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来有效的遏制这个 Ketamine 的泛滥的情形？那时候我记得我也特别提出来要求你们在下一次讨论的时候，如果不提高它的这个毒品等级的话，我们有其他什么方式啊、来用其他的法治的方式，或是其他的方式来改善，所以我要你们特别说，在下一次会议的时候啊，你们要提出针对这方面的说明啊。你们现在告诉我们，你们有研究出什么东西吗？是，跟委员报告，其实所有的毒品都一样，它现在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像海浪一样这样袭来的东西。那其实人性里面又是非常有渴望逃避一些压力跟困难，那这个等于就像戒烟一样，跟委员报告，其实烟就是最厉害的毒品之一了。可是看看我们戒烟花打了多少年的战争，到现在才稍微好一点点。那也就是说，这个毒品这个东西啊，它一旦你吸了之后，你就会改变你脑部的功能，然后让你一直想要去做下去。所以这边在跟他打仗，我们不能说我们现在做的都没效。其实更委员报告，其实我们现在不管用哪一种做法，其实都有一定它的成效，只是敌人太厉害。那我们目前看起来好像节节败退，其实也就是说这个毒品的种类它一直不停的翻新。我们打赢了这一场仗，比如说现在海洛因我们让它下来了，可是其他的它又上来了，等于说这个我们用一个方法去对峙它，它马上就产生另外一个来对抗。像比如说最近有一个像一些新兴的毒品，它完全用合成的，那它这个又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战场，跟这个 Ketamine 又不太一样。所以在这边我们一直会必须不停地用新的方法去因应它们，这是事实啊。那其实很难说我今天用一套方法整个就天下太平，跟委员报告其实没有办法。那但是卫福部其实最主责是在戒瘾的部分啊。啊那戒瘾就是 后端的部分，其实这个整个毒品的防治它是一个全国性的整体性的一个工作。那卫福部当然可以建议一些，比如说从这个缉毒啦、反毒啦这些，我们都可以建议，但是也确实不是卫福部可以掌握的。但是在卫福部可以掌握的部分，我们会努力的发展戒瘾的量能，因为现在国内在于戒瘾的这个量能上面，
除了我们当初对海洛因之后我们用的替代疗法以外，再进一步针对这些所谓 K-tamine 啦、安非他命啦，其实我们现在虽然有发展出这，应该说这两年才比较有一些方法可以对治他们，但对治也不是说看一个就有效一个，也没有到这么厉害的程度，可能看两个有一个有效就已经相当不容易了。那但是至少这两年已经慢慢有一些方法可以处理，但这个方法都要费很大的人力去做。那在卫福部立场，我们现在就是尽量赶快把这个人力给扩大，能够治疗的这个等于我们的战士能够增加了，在这个治疗的这个场面来讲，那另外还有很多需要一些中途之家，也需要民间的机构一起来协助。也就是说，这些有些吸毒的人其实他一日吸毒啊，就一旦成瘾了，他一辈子都成瘾。也就是说，就算他把毒瘾戒掉了，心里还是会常常冒出来想要再去吸毒。所以他中间有需要，有时候需要一点时间给他一点支持，包括他因为吸毒之后破坏了家庭。破坏了他的工作，破坏了他的人际关系以及他经济的状况，所以这时候我们需要一些中继的机构去支持他们，帮他们度过刚刚戒瘾前面那一两年的时间，包括要协助他们 找工作、职业训练，这些都是后面要做的事情。跟委员报告，其实讲我可以这样讲，但其实那个是要很费苦功的一件事情。但我也很佩服委员想说，把从二级三级变二级。三级跟委员报告，我们个人的看法就是三级变二级，如果早一点，比如说这个 K-tamine 刚刚冒出来的时候，我们也许这样一下一掌就把它扑火给灭了。可是现在已经火势燎原了，我们拿这个一点点水是浇不熄的。就算我们把它变成二级之后，其实还是对这个事情没有作用。就举例子，像安非他命，当初安非他命把它列为二级，其实那时候已经是烧得很厉害了。那列为二级之后，其实这几年安非他命没有变少，反而越来越多。表示说这件事情不是单纯用个三级变二级就可以把问题解决了，是需要大家各界从政府上到下，包括民间都对这件事情是重视的。我们必须在各个层面要来做，包括社区里面都要做，大家都要有一个互相保护我们的社区的意识，所以人家说无毒社区了，大家一起来防范，这样才有可能把这个东西下降。我举例子，像现在我们的抽烟。抽烟后来下降的原因是什么？并不是因为我们罚他，这些都不是，是因为我们慢慢在一些餐厅里面，大家慢慢都有共识，觉得说在密闭空间不要吸，你吸的会影响别人，在车上不要吸，电梯不要吸，慢慢不能吸的地方越来越多了，他吸的人就觉得很不方便，最后哎干脆戒掉算了，反而让他降低了。如果我们当初是定个法则，吸烟人通通抓进去关的话，会不会有用？不会有用，更委员报告，所以。在卫福部这边，我们也跟法务部这边做了很好的协调。那其实我们未来还需要跟教育部、跟其他部会一起合作。那只有大家这个所谓合作无间呢，才有可能把它控制住。即使是这样子，我觉得这场仍然是一场非常难打的战争。哦，我们因为我们看别的国家，即使美国，他们投的资源比我们10倍以上，一样打得很惨。哦，跟委员报告，其实我们台湾虽然说是大家看起来很严重啊，说实在我们都很心焦，但是。说实在，我们还没有别的国家那么严重，那我们很努力去做。那我们也是过去在这么多人，不管法务部、卫福部、教育部，大家一起来努力，才能到今天这个局面。但如果大家期待有一个万灵丹可以一下子把它解决了，这是不可能的。必须很现实的这样面对。那眼前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像卫福部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应该努力发展治疗的方法，培养治疗的人力。这是我们该做的。包括后续的一些家庭支持，就是如果说这个他家庭破碎了，那我们有一些中介机构可以去支持他，这都是我们后面要做的事情。跟委员报告。哎，是好，请顾委员。我们就要处理这个提案哈。主席，各位同仁哦，在座各位官员，我想首先我们必须要肯定哦，廖国栋等委员提出来设置这样的一个所谓毒药瘾的戒治基金的一个想法，那我们也要肯定哦，就说所有的委员对于我们这一个毒品泛滥的一个重视，不管是三级的 K-tamine 还是一二级的部分。我想我们都要
认知到这是一场艰苦的一个战役了。那但现在的问题是在于是说，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个有关三级毒品的里面大家都认为最泛滥的 K 他命，怎么样子来面对它的一个泛滥的问题？那么我们也要去认真的面对，就是说现在已经列为二级的安非他命跟摇头丸的问题。那我们也要去看到一级毒品，当然最主要就是海洛因，它的一个所谓替代疗法的成效的问题。那这些问题，我是认为都要从一个专业的角度去讨论，也要从一个行政院的一个高度，要去谈出一个所谓的整体的一个政策计划。那么这其中基金的部分，法务部呢刚刚也已经说明了，他们已经提报到行政院去。那么大家都认知到，就是说对于所谓的一二级毒品也好，或者甚至就三级的毒品的一个宣导防治也好，就一二级毒品的一个戒瘾的治疗，跟一直拉到三级毒品的一个宣导防治的一个必要性来看哦，它要投入的一定的一个资源。那这个资源当然有包括这一个钱的部分，也包括人的部分。但因为这一个部分是涉及到行政院，它要去从哪一个来源去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基金的一个编列，所以这个部分，我是认为应该是要尊重法务部的一个规划。那我在礼拜二举办这一个有关这个建议，有关这个毒品单纯的吸用毒品的一个医疗前置化的一个公听会，那么在座大概所有的人大概都那一天都有看到。那就这一个部分的基金的运用，它当然首要的还是在于是说，要让这一个不管一级毒品或二级毒品的这样子的一种戒瘾治疗呢，它必须要让这一个各地啊有一个充分的资源。那这个包括这个医疗院所，医疗院所要有，那么也愿意让这个医疗院所呢来投入这个人力，来愿意参与这样子的一种戒瘾的一种治疗。那这其中最重要的关键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一个部分的戒瘾者都没有健保给付，都必须要透过自费，所以各县市政府可能要让这些戒瘾治疗的要达到一定成效，要进行一定的补助。像那一天大家都很多人在提到台南市政府的作为，他们就提供补助。那现在当然中央的一个卫福部对于像替代疗法的美沙酮，对海洛因的替代疗法美沙酮，那么也有一个全额的补助的一个实施。那么其他的这个部分也要发展出，包括二级毒品这一类要怎么样子从事一种戒瘾的治疗，从事一个评估，认为已经断瘾了或者应该没有再吸食的可能的，应该不能讲可能了，评估说他已经相当程度没有生理上的依赖了。那这样子的这些医疗院所的愿意投入，可能也要透过这些基金的一个设置，让他能够去让这些医疗院所产生一定程度的诱因，愿意来做。那也让这些成瘾者呢，他不需要有过多的负担，那么才愿意去配合从事这样的一个戒瘾治疗的工作等等。所以这个基金的成立是有必要的。那另外呢，就相关的这些 K 他命的这个部分，因为从实证上显示，它的这一个部分它吸用的人的年龄是低的，也就是大部分是学生族群。那么大家一致的看法是认为，将学生的族群在第一时间把它从三级放到二级，也就是构成这一个毒品外防这条第十条，就是说有刑责，那么一下拉到有刑责，那么投入观察勒戒，那么之后呢，他学业中断、标签化，那么复归到学校里面更困难等等，大家认为并不是一个适当的方法。但是大家也体认到说，就这一个部分要跟教育部、卫福部跟法务部大家都一起来结合。那么不但是说要让他这一个K 他命跟这一个少年之间的一个接触呢，要能够有所断绝。
但同时也要让他们知道这整个药品，如果把它列为一种药品成瘾的概念的话，它的严重性等等的。那这个我想也要投入相关的这个基金来从事这样子的一些工作。那甚至当然大家也提到一些试剂啊等等的一个发展，那如何让它能够更简便等等的。那么另外呢，另外就行政院的来讲呢，他们应该也要去努力的去杜绝整个国际的一个毒品的一个贩运进来，那当然也要去追查在国内合成的这些相关药品，包括先驱原料，包括这个的管制，包括相关麻醉药品的管制，那么包括这些药头等等的一个杜绝，那这个也要投入一定的这一个人力。那这个部分当然这一个内政部的警政署也有责无旁贷的一个责任了。那行政院这一个毒品外来防治汇报，我想就这个部分要结合相关各部会，也要投入相当的人力跟资源来从事这样子的一个上游工作的一个管制跟杜绝进来的，然后将或者将这些相关的化学合成的这个药品的一个场所来加以有效的查缉等等。所以我想整个毒品的这一个防治的问题，它涉及到非常非常多的部会，也涉及到整个这一个就新政府来讲他们的一个非常非常重点的一个工作那么蔡总统也宣布，应该说像毒品宣战还是什么，那一天讲像毒品宣战好像大家有点意见是吧，不管如何啦那么就是说这是一个已经是一个对台湾的社会来讲是已经是一个高度的共识，认为一定要进一步来加以处理的问题，只是要如何加以处理，我想这个部分就委员的相关的提案大家都表示对于他们对毒品这种泛滥的重视，大家都能够表示能够理解，而且也表示佩服，但是相关的整个政策的作为应该由行政院提出整个具体的完善的一个配套。那这其中比如说像 Ketamine 要不要从三级改二级，我个人来看，其实这是我们当时是立法授权给新华务部的毒品审议委员会，那么今天这一个各委员提案要直接在立法直接把它从三级列到二级，我认为这是逾越了当时的立法授权啦，而且立法授权的条文我看相关委员的提案实际上就没有改到，他还是每要求每三个月要定期召开毒品审议委员会来审议这些毒品的分级的问题，那所以这样来看的话，那么这应该还是要交到毒品审议委员会的相关专家来决定。那么另外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说基金这个部分是法务部跟行政院大家都同意要立即来设置，让这个卫福部、法务部或者跟教育部都有相关的资源来投入从事这样子一个，不管是成瘾戒治等等，或者是教育宣导等等这些工作。那我想，但是这个部分的预算的提列呢，应该要尊重行政部门的一个意见。那总之来讲呢，我们现在看到整个的趋势就是说，如果从一级毒品的海洛因的美沙酮的替代疗法，那么显示一级毒品的这个吸食人口，从逐年我们在那一天，在公听会上提出来相关资料看得很清楚，从1995年一到2014年，整个呈现一个显著的下降的一个趋势。但是二级毒品因为没有一个明显有效的一个替代疗法，所以安非他命也好，摇头丸也好等等，这样子的一个泛滥的状况还是存在。那你把它关到监狱里面去，它只是呈现一个在监狱人口的一个二级毒品的吸用的犯罪问题，在监所里面逐步的上升，完全没有办法因为采取所谓的刑罚而让这一个在监有关吸食的人口能够有任何的降低。反过来讲，对照于海洛因的用美沙酮的替代疗法，它却呈现了一个有效的降低，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医疗来戒治，用医疗的手段来戒治这样的一个毒品的吸用是有效的。那现在只是说二级毒品的这个部分，我们要怎么来让它有效的一个愿意从事一个戒瘾，或者有效的从事一个勒戒的工作，这样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未来应该要努力来面对的，来努力来面对。那我以前在毒品审议会待了4年，我当时就坚决反对 Ketamine 从三级改成二级，我到今天为止仍然坚信这个作为是对的，那我也会坚守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好不好？谢谢。
好，有魅力委员程序发言。不，这个已经不算程序发言了，就是发言了。我们已经还在大体讨论这个阶段。好，不用程序发言，就直接发言。主席，还有我们说在场的委员以及列席的政府官员哈。其实呢，我们也看到说，现在世界各国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毒品的泛滥呢，其实都非常的头痛，也都采取各种的措施呢，在怎么样能够让这个毒品吸食呢能够下降。那我们也看到呢，就是说现在呢，各国呢，他们其实都一直现在他们已经呢转向，他们认为说这个所谓的这个毒品，我们称为吸毒，他们其实现在开始光是那名称也改成是所谓的这个药物的成瘾。那对于这种药物的成瘾呢，他们觉得说它其实是一个健康的问题，不是一个刑事的问题。所以呢，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一个健康的问题，那重点就在于说怎么样能够去戒毒，怎么样能够协助他去能够去那个戒瘾治疗。所以这个部分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向。那我们来看看说我们现行的这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整个呢其实里面只有在第二条里面呢，二之一里面只有在讲说，好，现是政府呢，他为了这个执行防毒这个工作呢，那应该负责什么？那里面有把他提到这所谓的就学啊，这个救养啊等等的社会救助啊什么等等放在里面。可是其他所有的条文几乎全部都是在刑责的方面，都是把它当作一个严重的刑事问题在处理。那今天呢，世界各国既然已经开始转向，认为它是一个健康的问题，不是一个刑事的问题，你没有把它治疗，你把这更多的人把它关起来，就像说我们现在监狱人满为患，里面43%就是全部是这种所谓的吸毒或是这个贩毒的人。那所以在这里，就你把它关在那里，除非你把他们全部就终身监禁，否则的话，他一样出来以后，就像他们讲的，来带个耳根他短位出来。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要的是，就是说怎么样能够让这些人在刚开始呢，不小心去接触到，或是因为好奇去接触到之后，他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他能够接受到这种的治疗，或是说能够接受到就是不会马上被污名化，让他走上不归路。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的整个一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应该整个转向，它里面应该是一个社会的立法，就像说我们的家庭暴力防治法或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其实它的重点是在于整个一个社会的立法。只有在最后的里面会有几条是说，如果你不做到的话，我会用刑法的方式来逼你，而不是说整部法几乎都是在这个所谓的罪这个刑事的责任的这个部分。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说法务部呢，是不是法务部能够去会同这个卫生部这个卫福部，那还有其他的教育部等等所有相关的各个部会，好好去把这一部的这个毒品防这个防治危害这个条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呢，能够转向把它从当作是一个健康的问题，是一个社会立法，怎么样共同来面对这些的问题，让这些孩子在第一个时间接触到这些毒品的时候，他有求救的管道。当家庭发现他的孩子吸毒的时候，他有求救的管道，应该怎么样去协助这个孩子脱离这个毒品，不是马上把他标签化，然后马上把他隔离，然后让他走上不归路。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希望说，今天我们先不要进入到这个逐条，请法务部呢会同所有相关的部会转向去好好去把这一部法变成是一个社会的立法。我们这个市长是不是可以？请次长。感谢委员的指教啊，我们法务部啊，这个100%的赞成啊。我也顺便啊，跟委员报告一下，就刚刚委员所提示的，把这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转向一个健康的社会立法，这个结合各部会，这我们也在研究啊。当委员一分钟时间啊，我们希望能够跟这个教育部啊，跟内政部合作了，看看在这个就105年7月5号啊，这个所谓毒品快速这个筛检技术啊，能够把它这个能够推广到地方上，能够快速的显现这个个案有没有吸食啊 ketamine 的可能性，让家长啊可以预防。另外，我们希望从源头的部分，就刚委员也提到了啊，我们希望能够说啊，跟经济部和财政部啊的合作，有没有可能就向上游的这个厂商啊，就这个能够命这个使用这些特殊原料的厂商使用电子发票来记录销售的行为，而使他销售记录在7天内上传财政部，那财政部这些资料能够转给工业局，工业局来分析呢有没有滥用这药物啊，有没有被
改制成毒品的可能性啊。啊，另外我们也希望是说，刚就这个委员所指导的啊，就怎么样对这些小孩子有求助的管道，我们也希望说呢，能够为卫福部筛选出高风险的清单哦。然后，什么叫高风险的清单？比如他家庭成员就有吸毒行为的时候，这些人来优先的辅导哈。那当然了，我们在这个跨国打击的犯罪，我们有鉴于美国 FBI 哦，他长期的收集并鉴定毒品的特征哦，我们现在跨国方面哦，当然努力来有效的打击这个犯罪了。那这个另外，刚针对委员所提到的，对这些学生啊，这个高危险的幼少的部分，我们希望对这些高危险的这个对象，能够由卫福部来整合啊，内政部警政署啊第三四级的财罚清单，教育部各级学校的学籍清单啊，还有其他高风险家庭的成员，从中啊筛选出毒品高危险的这个对象来优先的来辅导，这样也能够贯彻管理上的二八的这个管理方向啊，让这个小孩子的这些有高危险的这个群体啊，能够做到更有效的这个辅导，当然这些啊还要协调卫福部跟教育部等等，大家一起来努力啊。当然另外一个啊，这个对于一二级毒品采取刑事处遇啊，怎么样从查获到结束来辅导啊？这政府的预算有限，司法资源也有限啊，这个可能啊，我们希望跟卫福部跟矫正署啊，大家来评估啊这个金额做最有效的运用。当然我们最后也希望跟司法院啊来合作，对这加特别加强少年毒品的戒治方案。来完成说整个这个社会安全的体系，这点我们把我们的构想跟委员做个报告，谢谢。次长，您刚刚所讲的哈，当然这个部分是非常的就是有效力，等于是其实还是从打击毒品的这个角度去出发，但其实呢，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说，这个戒毒或是戒瘾治疗，它是健康的问题，不是刑事的问题，所以呢，是不是能够邀请这个卫福部呢扮演更多的角色，让他从一个健康治疗的这个角度去看他？因为呢，刚刚这个次长所讲的，其实仍然是从把第一个我们用试剂去筛检，然后先把人标签化，先把他筛检出来，然后对于这个家里有吸毒的这些人也把他标签化，也把他们筛检出来。那事实上这马上会造成一个恐慌，因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然后呢这些人他也知道说，当你要来筛检的前几天我不吸毒你就筛检不出来。所以这里的重点是在于说，怎么样能够就像说我们一般人，我们生病了我们会主动的去看医生，我不会被污名化，对不对？当我今天我去看医生，就马上被列入所谓的高危险群，或是马上是要被所谓的这个打击的这个对象的时候，我知道我自己吸毒了，我发现我这个误入这个所谓的吸毒的这个路上的时候，我吓都吓死了，我怎么，对不对？我第一个就是逃避让你筛检到。所以在这里是说，第一个怎么样能够去污名化，就像说我今天我感冒敢去看医生，可是当我今天是精神病的时候，我不会第一个时间去找医生看，我会担心说我会不会被污名化。即使到今天我们知道说心理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很多人还是很害怕去看精神科的医师，因为他担心说这个记录将来会不会影响到我的工作，影响到什么等等。所以事实上整个社会的这个污名化，所以今天呢，我们不乏很多的这些优秀的孩子，这些学生，对不对？他今天可能只是在同学的好奇之下，然后可能就这个吸食的这个所谓的安非他命，或是 K 他命，或是现在所谓的混合的这种东西。然后今天呢，他可能被筛检出来，他马上是什么？从乖学生变成坏孩子。那我们要去的就是去这样的一个污名化，我们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好，这个对健康是有问题的。这个就像说我今天，对不对？我今天这个感冒，今天有一个这个什么 A 流感，对不对？那你今天得到的话，大家都知道说，我要在第一个时间赶快去就医，我不会被污名化，我不用恐惧，我不用害怕，我家里也不会担心说我的孩子为什么吸毒，然后全家陷入到这种恐慌里面去。我觉得我们要转向是这样的一个思维的转向，所以呢，卫福部一定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另外呢，这个所谓的劳动部也要扮演一个角色，因为有很多的像说好吸食这个安非他命的啊，当然我们知道说在一级的毒品美沙东有效，但是美沙东它是每天必须要服用，可是它的给予力就是说我的这个取得的便利性不够，那会影响到我上班我的工作等等，所以你如何能够让它非常便利的能够到处可以拿到它的美沙东啊，然后不会影响到它的工作。所以我们必须要是从一个以人为本的角度去看，说好，今天我们就用说好，我今天我的孩子他不小心去误食这个毒品了，
那我们作为家长，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我们绝对不是先把它污名化，先把它打入到说，把它通报它变成是一个所谓的高危险群去。我们会希望的，就像说，今天我孩子得到流感，对不对？我一定第一个带他去看医生，然后呢，希望说他能够接受一个最好的治疗。那我家长能够配合，怎么样让他休息啊，什么等等。我们会希望是从一个医疗的角度，把他当成一个病患医疗的角度，能够去减少他能够将来变成成瘾。而不是说先把它标签化，然后在校园里面造成恐慌，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必须要以人为本这样的一个角度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所以呢，当然法务部从法务部的角度，当然你们是在打击这个犯罪，打击这个所谓的毒品，这个是绝对是对的。但是我们希望是说，你们能够结合其他的部会，它不是一个只是所谓的辅助的部会而已，它应该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部会。所以请卫福部、请教育部、请劳动部、请所有相关的这些的部会都应该一起借进来，大家共同面对这个问题来解决。那大家这个所谓的这个对这个问题的这个转向呢，那我们才能够把它从刑事的角度变成是一个健康的角度，然后呢如何来协助治疗。那当然从刑事的角度，当然在打击这个所谓的毒品的制造、毒品的贩卖等等，这个是我想绝对不绝对不手软的，这个法务部是绝对要撑起责任。但是其他的部分，我们希望说其他的部分能够一起进来。那另外呢，其实就是说我们看到台南市有很好的成果，那这个其实你就会看到它其实是跨局处的一个整合，那甚至所谓的类似治疗村的概念，让它能够远离那个就是说能够吸食毒品的这群的朋友那个环境，那它能够真的找到工作，找到它的性向，然后发展出它自己的技能，那这样子它才能够真正的远离毒品，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可以？谢谢。跟指教导，这个以人为本啊，以健康社会的立法，这个我们会结合其他的各主要部会啊，大家共同来努力。好，谢谢委员啊。好，谢谢。我想哦，这个刚刚顾委员有委员哦都有提到了，其实我还蛮赞同两位的这种想法哈，就是说吸食者哦，是主要我们考量的是，就是说健康，它是一个疾病，好像也是一个病患一样。那个我是赞同这样的想法的哦。来，周春明委员，嗨。主席、各位委员同仁，还有机关代表。那今天我们主要是针对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就是大家委员提案的重点就是二级，Ketamine 要不要从三级变二级？那我想大家经过算也很充分的讨论，基本上大家对这样一个立法的方向是持保留了哈，认为说这个毒品的问题应该不是只是刑事政策的解决而已了哈，不是刑事来加重刑法就可以解决问题。那刚好在前天，我们几位司法法制委员会的委员也举办了一个公听会，就是在适用毒品罪的那个医疗的前置化。那当日那个我们的卫福部的代表他们有提到，大家当天有提到一些医疗的意见哦，就是说第一个是不是考虑从我们的全民健保法把这个毒品就是说有药物成瘾的人，然后放在说这个健保有给付的范围。那当然姿势体大了，只是说这也是一个将来大家可以考虑的方向。那但是另外面临到的一个问题，当天的这卫福部那个盛司长他也提到说，目前的这个医疗的专业哦，就是说大部分在从事这个戒瘾治疗的，就是精神科的医师嘛哈，那可能目前的这个训练或者这个专业的培养，他的人才人力是不够的。那至少我们要注意到这个方向，看再怎么样去这个部分再怎么样政策再去圆满。那今天我想了解是说，因为我们当天公听会教育部的人没有，我们没有邀请到教育部的那个代表来，那是不是先请教育部的今天的代表，看是特教的委员还是组长，大家来说明一下，跟我们说明一下现在教育部对这个毒品问题、毒品危机的所持的态度，还有这个执行的方法，这样子，谢谢。好，请教育部留专门委员了哈，行。主席、各位委员还有各位先进，我是教育部学务特教室专门委员刘家珍，来跟各位报告我们教育部在做反毒的工作。这边先跟委员报告，就是对教育部来讲，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孩子都是我们的心头肉，都是家长的心头肉，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学生，这是我们的立场。
第二个就是我们教育部长期以来，其实我们从民国79年我们就在开始做校园反毒的工作，我们在去年已经做满25年，今年到26年，不管是学生他是二级或是三级的毒品，我们希望所有学生这样的行为都在，我们希望说在我们的教育体系里面，透过我们的导师，透过我们的辅导系统，透过我们学校外面的相关的，不管是卫政也好，警政也好，医疗也好，我们希望透过在学校里面的辅导机制来完成他们的相关的辅导跟戒治工作，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那目前来讲，我们在做教育宣导部分，我们有两个大的区块。第一个是我们教导学生认识毒品，这里包含毒品的样态、毒品对身体的危害，以及毒品相关的法律的责任，这是我们讲认识毒品的部分。另外，我们也教导我们的学生怎么去拒绝毒品。这里面我们参考了卫福部的拒毒的六招，我们教育部叫做八招，我们教导我们学生怎么去拒绝毒品，这是我们现在在推的工作。那目前来讲，我们这几年做起来啊，我们的至少我不敢讲说我们毒品完全禁绝，但是我们的人数控制在目前我们大概103年是1700位的学生，104年是1749位的学生，也就是在我们。从国中、高中还是包那个全部、全部是没有国小吧？没有，有国小，国小到大学，国小到大学都有，但是国小是比较少的。这边我可以跟委员报告，国小到大学1700多位，大概1700多，对，每年。那这边我会跟我会跟委员报告，就是说我们怎么去，我们学生大概有400多万的学生，从大学到幼稚园哈。那基本上就是我们不可能做大规模的全面的。的筛检，那么我们会找出高风险，我们不叫高风险，我们叫高关怀的学生。目前来讲，我们大概每年学校根据特定人尿采样办法里面的那四种人，我们大概目前全国大概有14000到15000的特定人员，这就是我们辅导的重点，也就是我们在做反毒宣导的时候一定要抓重点。广泛的宣导是教育部要去做的，这是宣导老师可以去做的。那对于比较我们讲说高关怀的那些学生，包含他可能是隔代教养的，可能是单亲的，可能是弱势经济的，可能是他的行为是比较人际关系不好的，像这样的学生我们会特别的给他关怀。那这个部分是我们全力在去做的。那目前来讲，刚才委员也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在学校里面去做反毒工作，光是学校做是不够的，我们现在已经希望我们现在已经在做，就推广到家庭，我们希望从学生到家长的联系，家长发现学生他吸毒怎么办呢？我们也提供家长的辨识的方式，还有就是求助的管道。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只要是学生的家长发现学生吸毒，就直接找学校就可以了。我们学校一定会去受理、处理家长所有反映的问题啊。那另外，我们法务部有专线，卫福部有专线，还有我们各县市的校外会联络处有专线，都可以帮忙。教育部也有可以辅导的。就是说这个部分，我们还有就是社区的部分，社区部分目前我们有一些民间团体，像慈济大学。跟他们的慈济的那个团体，他们会帮我们做社区的协助，就是他们去训练社区的种子的相关的人员，帮助社区在做反毒的工作。这个是我们在跟很多的民间团体，包含纸风车也在帮助我们。这边我大概很简单的跟委员报告，就是说教育部我们极尽所有的可能，只要是我们的学生，不管他是在学或休学，只要在我的教育部里面，我们是全力来做这样子。那听那个专门委员的说法，就是大部分在反毒嘛，哈，就是你们的大部分的这个工作，剧毒预防是，就是反毒，就是宣导啦，宣导就要宣导，另外在辅导嘛，在对辅导，第二部分辅导。那你刚刚说1700多位是每年个，就是1700多个个案，还是说每年会大概有1000，怎么讲？就每年就是固定1700个个案，但是可能明年再增加，或者这1700个可能明年还是存在的。我懂意思，就在我们的统计数据里面，我们比如103年是1700，经过我们发现跟。再请教那个专门委员，就是说，大家这么讨论啊，大家还是当然大家都知道说，不能光靠法务部或者内政部警察局，那需要说卫福、教育、劳动，那教育部有在更进一步或者更深就更具效力的做法吗？目前？
不过，好，请回，你请，请回了啊、哦。说你所查获的啊、哦，就是学生里面一年1700多个，这个数字哦，如果说你去推算说可能吸食的人数可能有多少？你好，专门委员，你以你这样去推算了，因为那是被查获的嘛。啊，如果说用推算的说，可能有去在吸食的人，有的大部分是没有被查获，可能有多少？这边跟委员报告哈，就是我们学生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会碰去毒品，也就是大家所讲的黑数的部分。这边我要跟各位报告，就是说在我们教育行政单位来讲，我一定是有具体足够的证据说他是吸毒的，我才能没有了。我们没有来要来指涉某个人嘛，所以我们只是在统计上，我们要了解问题到底多严重。你不要那个像那个鸵鸟一样哦，说哦我们查获了就1000多个，所以我们认定就是1000多个人在吸食。如果这样子哈、哦，那是回避问题啊，这样子绝对是把问题哦简化，而且哦扭曲啊。我懂，我们要知道真正的问题有多大，那我们要用什么机制去处理。你如果只是把它当作400万个学生里面每年大概只有1000多人会吸食 K 他命，那你如果是这样认定哦，这个反毒绝对不会成功嘛。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不管你是用修法把它升级，或是用基金会来介质来辅导，因为你的基本的假设就错误，那怎么会成功呢？你认为呢？你如果用这样去推算，可能呢、啊？报告委员，就说根据卫福部他们所做的国人哈，我们国人的终身的盛行率，他们做了很几年了，大概1.7多吧。这边详细的数字我不太，我大概1.7什么1.7%？1.7%，这是卫福部做的，100个人有1.7人。那大概学生的部分，他们400万人大概有多少人吸食？他大概学生的部分大概是0.6左右了，就是这个详细数字，我大概我所记得大概是这样子。嗯，所以说2-3万人。对，如果说按照卫福部的那个推算的话，大概学生的部分大概是就是以就学年龄的部分哦。是，当然就在学的啦，對對對對哦，是。因为卫福部它是用年龄来切，教育部来讲，比如说我十八岁以下一定是在读高中嘛，是。那我大概18岁到22岁，大概24岁是在读大学嘛，那但是这个里面，我们国中生大概是16岁毕业嘛，16他可能、他可能就没有读书了，18岁高中毕业之后到大学，他可能没有读书了，有些读了大学他可能就辍学了，就这个部分就是他会有一些落差了，这样子。好，我因为吼、哦、我们请回来吼、哦、要解决问题，当然一定要去先设定说，哎，我们要面对的这个敌人到底有多大，要有一个估计嘛，那我们才用什么武器来跟他作战才会赢。我在请教法务部哦，在去年哦，这个查获的哈，好，我们就把它锁定在 K 他命来讲了哈，因为现在大家认为 K 他命是最泛滥的毒品嘛哈，查获的那个数量有多少？去年来讲，查获的吸食的人口，或者是以及这个查获的那个公斤那个数量哈、哦、量体啊，有查获被查获的 K 大米，有几千公斤，嗯。好，请说明。好，调查局应该有详细的资料吧？报告主席，我的警政署报告哈，104年
朝那个 K 拉面的公司872.3公斤呢、啊。哦，八百多公斤。那试用 K 拉面人数啊，是23,509。好。我也要请教一下哈，所谓黑数的这种问题，查获的是800多公斤，你认为没有查获的，因为当然有很多是没有被查获的，没有被查获的推算起来可能有多少公斤？没有一个推算的依据。没有推算的依据，10倍。这个不知道，但一定比这个多嘛？对，查获的没被查获当然是没有被查获，一定比被查获的多。800多公斤是什么概念呢、啊？到底是可以给多少人吸食啊？我没有没有，你们卫福部知道吗？800多公斤的 K 他命，一个人吸食是吸食多少啊？比如说他一年成瘾的人一年吸食大概多少？这 average， 我们都是外行哈，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不知道要面对如何面对我们的敌人啊。好，这样我跟那个主席啊，这是我们大局毒品防中心孙主任啊，他是那个毒品防中心的，他资料非常全，帮报告一下。报告员，调查局毒品防治处报告，那个依据卫福部给我们的资料，一个一公克的 K 他命大概约可以提供3个人的使用。一公克提供三个人，就可以提供3000个人使用。一公斤可以提供3000个人，800多公斤乘一下。事实上，助理澄清一下，可以提供多少人？法务统计，去年全年各单位总共查获了 K 他命的存值净重，是查获了1767公斤。1760。对，安婷，算了，好，赶快算，1700多公斤，一公克可以给3个人。对，一公斤。然后1700多公斤可以给多少人吸食？10万人，应该五十几万。50几万人，我们查获的这些啊，如果是贩卖出去，可以给50几万人吸食啊，没有查获的远大于这个数字，所以可能有上百万人，我不知道。好，来。一次，哦啊，所以他一年可能，哦，比如说，假设100次，哦，哦，啊，吸一次，那我们就觉得这个问题就不大了，哈，哦，如果这样子，我们就问题不大，一年才吸一次。OK， 好，我们继续把它算出来嘛，就如果一公克可以提供3个人吸食，那就。平均来讲，一年哈，假设他吸食可能100次，啊，就算成瘾了，那就是可能100乘以，这怎么算 ？OK， 会不会算？不会算，好，这个这么简单还不会算哈。刚委员提到说，这个到底有多少人有吸毒啊？那如果用我们调查的台湾的药物滥用、滥用的盛行率，所谓盛行率就是说，这一年里面都有用过一次都算的话，大概1.29%，如果乘上2300万人，大概30万人左右。但是我觉得这数字应该是低估的了，低估的。就说通通加起来，通通加起来，就一二三级都通通加起来。我们有很多种算法，但一般都是说你在监狱关一个人的，外面有10个人。10个人。哎，那所以是大概30-40万人，大概是跑不掉。但是这里面有很多种成分的，有的是说它有用，比如因为现在 K 他命这些都是所谓娱乐用药，跟安非他命一样，很多是当作娱乐用药，用咖啡包的。他就去夜店的时候，他可能去用一下。哎，平常也不见得一定用，或者跟几个朋友小聚一下就来吸吸这个，就弄一下看这个 K 他命。对，现在多半都是混合型的，就是要让比较嗨了。是，这个他现在这种叫做娱乐型用药，娱乐型用药他不见得这个个案已经成瘾了。就像现在喝酒一样，当然很多人喝酒，可都是只有应酬的时候喝，或者几个朋友在一起嗨一下，但是平常不见得喝，就是不到达酒瘾。但是他已经可能喝酒，我们喝酒很少说滥用了，但是
毒品我们就说那是滥用了，就是他等于说不该用的他拿来用了，那这种人口绝对都超过这个数字了。那我们刚讲30万人是比较保守的。好，补充说明。跟主席跟各位委员报告，那个食药署在103年哈，曾经委托台大工卫系来做一个这个有关于我们台湾地区12到64岁，因为年纪太大跟年纪太小，一般基本上是不会去用了哈。那在这个年龄群的一个全国药物滥用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调查，那今天我们针对青少年比较用的比较多 ketamine 这个问题的话，如果依照我们103年调查的一个结果。ketamine 的一个部分，以当时103年的这个人口来推估的话，那么整个台湾地区在103年12到64岁，曾经有使用过 ketamine 的人数是70895。那如果我们把它界定在18岁以下未成年的一个人口使用的人数来推估的话，大概是将近3000人。以上做一个数字的补充。好，不过这个我觉得还是觉得这个数字还蛮奇怪的，因为查获1700多公斤，好，一年大概到底1700多公斤可以给多少人使用，然后未被查获的那一部分，好，所以这个当然毒品本来就是这样，就是滥用药物啊，因为它是很隐秘的，好，这个它不像抽烟啊，是很容易调查的嘛，因为它不是违法的。那毒品本来就是非常隐秘的，你也查不到它的进货来源啊。是，好，你说开放之后就很清楚了，就知道多少了啊。OK， 好，那个。好，这样请回啊，蔡玉仪委员，好，来，请发言。好，我们现在先还是讨论啦，那这个提案我一定会处理。好，那今天我想我们不会进入逐条。好，这个张宏禄委员是提案人来，然后我们也请你发表意见。我不是提案人，你是提案人。好，谢谢主席。那我们今天讨论的，我们看到有很多委员，包括我们，我们。委员会，我们张宏禄委员都有提出这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那从这一些条例中，我看到大家有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态度，都是包括希望把 ketamine 由3级升为2级，那以及说关于说一些处罚上的一个加重。那这个确实是让我们可以认真的去思考说，到底我们对毒品的态度是什么。那如果加重处罚是一个，必行而且适当，而且是打这一场毒品战争中有效的方式，但是我们从我们现在有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在我们邻国，菲律宾这个总统算是很疯狂了，很疯狂，就目前也不知道嘛，而且我们现在有三个台湾。对，是不是这部分是不是请法务部可以讲一下，说现在菲律宾他这样的一个毒品的政策，然后有3个台湾人现在被逮，3个台湾人现在被逮，这是今天一大早的一个新闻。那我是不是先说完哈？所以我会认为说这个这样一个政策的问题，那事实上我们从更多的研究报告，我们可以知道说。你用重罚未必是对毒品最有效的方式，你应该要把它视为说它是一种，这一种药物的成瘾是一种疾病，是一种心理上必须依赖这些药或是生理上，那是不是说我们的政策上，如果要把它视为一种疾病的话，那卫福部在这样的一个毒品战争就是扮演第一线的一个角色，可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比较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法务部，没有看到卫福部，有任何在一场毒品战争的方案，我们真的没有看到。那我也想请问的是说，现在法务部不断的去说啊，我的监狱人满为患，都是因为毒品犯，都毒品犯太多了，而且这些毒品犯在里面可能这个关的结果，我去给他
本来只是小贩，后来去那边累积了累积更多的一个专业技能，结果变成更严重的一个犯罪。哦，那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说政策上应该把毒品犯变成独立的在乐戒中心？那如果要在乐戒中心的话，我也想请问的就是说，现在我们到底有多少资源可以在每个县市有一个独立的乐戒中心？那我想现在有很多废弃的大学或是高中的学校，它的空间是很大，可是它现在是丢在那边不用，丢在那边不用，那有没有可能把这一些废弃的大学、废弃的高中变成一个乐戒中心，它是变成一个不像监狱的一个场所？哦，那这个当然牵扯到经费的问题，但是我也跟我们这边的官员，我可以跟大家报告，你说到毒品，是让我们有时候不用去担心政府的预算不足，你去跟民间的很多企业去跟他募款，只要你说我们是为了戒毒，我们是为了打这一场毒品战争，我可以跟大家很肯定的说，很多企业是愿意捐款的。这个很多企业，因为大家对于台湾毒品泛滥的事情真的是心里的痛啊，所以这个我在嘉义县，我就碰到一个企业，他就捐给了我们的卫生局200万，一家企业，我们不觉得说这家企业是可以捐这么多钱的，但是他只听到说这个他想要的就是用在毒品防治的一个项目上。哦，所以我真的觉得说，既然我们总统已经宣示了这场战争已经开始了，那卫福部、法务部应该要有所立场，而且这个立场应该要展现出来，让大家知道说，我们未来我们对毒品的政策到底是什么，那我们的宣示是什么？哦，那如果在没有这样的一个积极的作为的话，很可能在这场毒品战争中，那我们看到说，哎，菲律宾好像很有决心，那我们这边，我们的作为就相对弱很多了。哦，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要跟他们一样说采取这样的一个，哦，最激烈的一个方式。那如果我们有其他更好的方式，是不是也应该在最快的时间内赶快提出来？哦，那以上是我的一个想法，谢谢。请法务部针对菲律宾他们现在打击毒品犯罪所做的措施有什么评论？还有，当然有几个台湾人好像也被抓了，啊，你们有没有了解状况？哎，好，根据我们法务那个调查局啊提供的这个资料啊，我们这个调查局的弃毒的业务啊做得相当不错哈。啊，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们法务部的秘书啊已经有去看我们国人了啊，他们一共有三位，一位姓郑，一位姓林，一位姓蔡了，啊，有去关怀过，但是，啊，这个案情的详情啊，当然各位看网络上报纸都有报道了啊，可是在这个菲律宾的官方的这个资料里面呢，啊，他们并没有公布案情啊，啊，但是网络上大家也看得到，但是这是网络上新闻的哈，啊，那他官方并没有告诉我们详细的案情，哎，还有刚刚那个关于我们那个吴科长，来那个刚刚还有那个委员有特别提到啊。我们这个在你们在各县市是不是设立一个戒治中心的部分？我们请我们矫正署副科长来做个说明。好，来，好，请说明。主席啊，各位委员，那大家好。那矫正署的立场就是说，如果是目前我们有设观察热戒跟强制戒治，这是属于机构内的部分。那机构外的话，如果是属于中途之家的部分的话，那也有可能就是从我们的机构内出去之后的一个中介机构，那这部分的话是属于，更生保护的更生人、更生保护的一个处所。如果是要设立热戒处所的部分的话，那是属于医疗部分的话，因为早是属于我们卫福部主管的机构，那我们是不是请，我们身上来继续说明？谢谢刚刚蔡委员对这个毒品防治的关心哦，其实。我想大家每一位委员对这个国内这种情况都很焦虑啊。那事实上，其实看这件事情，我觉得不能只是从现在横切面来看这件事情，要可能从正的、从重的历史面、发展面来看这件事情，才能了解我们现在为什么是这样做。大家看到，全世界会把这个吸毒人抓去枪毙的，现在还有几个国家，跟大家报告，不外乎是穷国，这个
法治比较落后的地方，哦，大概都是这样的。那我们以前是不是也这样做？我们以前也是这样做啊，对不对？以前也是抓来就 biang biang， 或者把他关个二三十年。其实这些都是从一个比较以前的落后的状态，一直到现在的状态。那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因为那样最简单，最省钱。以政府来讲，虽然说讲钱有点这个有点丢脸哈，但是事实上在很多事情的背后，就是经济在那边影响这件事情。那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好的介质方法，在以前也没有什么好的介质方法，变变最简单了。第二个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到底这些毒品的滋养源是什么？就是什么东西、什么人、哪些人会吸毒？我想我们在座这些人，大家都没有人吸毒。市长，你请坐了。是我们这边在座的没有一个人吸毒，为什么？我们都没吸毒啊，因为我们不需要吸毒，啊，我们不需要。可是有些人需要，那到底为什么那些人需要？因为在这个社会的整个剧烈改变的环境底下，很多阶层他们其实是，或者有应该说有些人他是生存的很辛苦的，或者他感觉很痛苦、很空虚，或者他需要用一些多方法来麻醉自己，啊，就像有些人压力大了跟我讲说。我就想出去抽一根烟了，啊，让自己放松一下。啊，这个我听了很多我的病人都这么说。但其实有点点类似，但是确实是这样子，就是说很多在这些在社会的底层那边，就像我们刚刚讲，学生正规的正常学生可能不太会去用，可是有一些学生为什么会不用？为什么会用？因为他在学校适应不良，他在 学校的给他的学习环境不是他需要的，哦，很多人他并不适合去读书，可是你一定要去读书，他适合走技职，你一定要去读书，那这就会有问题。他这里没有兴趣，然后或者他有一些，比如说比较好动，或者他这个跟人际关系不好，被排斥，他慢慢就走向那一条路去了。也就是说，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不解决，只是一昧的把它变变了，其实是。虽然没有不可以了，但是以人权立场，以台湾发展到现在，我们是一个进步的国家的立场，是不适宜这样做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也是逐渐的从法律的限制面，逐渐的转向医疗面的原因？我们看看欧美那些国家，他们都用医疗面去看的时候，其实他们介质的这个量能都已经相当足够了。他们对于社会安全的部分，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救助的部分，也社会福利的部分，已经也都做得相当不错了。就有这些基础底下，他去讲把它完全转到医疗面，他可以成功。哦，但我也不敢讲会成功了。但是就是他至少这是他现在目前比较合乎人权、合乎社会现实环境的一种做法。那我们台湾其实也是在这个转型的阶段，我们很难说我们先把我们台湾去跟丹麦比，或者跟英国比，其实我们很多条件都不一样。好，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说这个要从重的面来看？我们现在其实我们跟法务部大家都有共识，说这件事情应该是要往医疗面去走。其实我们是有共识的，那只是我们也都知道现实面上面我们一下子没有那么多资源去做这件事情。这个资源不只是钱的问题，它还牵涉到人力的问题、专业人力的问题。啊，那这些还其实它也不只是牵涉到戒瘾的问题，戒瘾完之后还有很多问题，就像他在没有工作。他在社会是被排斥，他没有居住的地方，哦，这些贫穷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才是真正难搞的敌人。那这些都是我们需要一起来努力的，哦，我想医疗作为最后的终结的目标是我们共识，我们其实现在就逐步往上走。那委员给我们的压力，给我们的指正，我们会把它走得更快一点，哦，我们也觉得说，哎，委员们也都确实都有认同这样的做法的话，我们努力往这方面去走。那这个可以从慢慢走变成 小跑步可以，可是要一步越到那边去，其实确实以现在的情况是有困难的。至于刚刚讲弄个戒治场所，其实是在实务面上会有点困难，因为其实现在我们的戒治所了，这些其实就是把它关进去嘛。纵然我们现在努力做，我们现在做的第一步，刚刚委员说我们现在没有做法，其实是错的。我们其实现在都有在做法，我们跟法务部做了蛮多的努力。我们现在第一个把医疗进入戒治所。进入戒治机构里面去，这样子有什么目的呢？第一个，不浪费他们在里面的时间。他们既然人已经在戒治机构里面，不是在那边把他从这个做小的变成做老大，啊，不是让他毒品升级，我们是有能给他积极的做戒治，
那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我们可以借着这样子的一个行动，逐渐扩大我们的治疗的量能。我们有这么多的人力可以进去，否则跟大家报告，我们目前台湾专门在做毒瘾戒治的，光是精神科医师啊，用两只手可以数得出来。跟大家报告，用两只手可以数得出来，真正有真正的专业在这个上面。那这个离实际的需求可能是百倍以上的差距。哦，那这边需要一点时间来去培养。虽然我们现在很多，包括中研院也都他都在努力这件事情，哦，但是请给我们行政单位一点时间，我们是有计划，经过大家的 push 之后，我们会走得更快一点。那我们也需要大家在法上的支持，啊，这个是确实有需要的，以及包括资源的支持。谢谢。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排案的目的啊。来，请回。如果不这样一直 push 啊，我不认为我们行政机关就会很努力的在推动啊，当然要 push 啊。所以有时候民意的压力也给我们委员啊，我跟各位委员报告哦，像这样一个简单的法案哦，其实在院内沟通、会内沟通比较没有问题，哦，就很快的把他说 ketamine 从三级变二级，这样子是很有争议的，我们也都能接受，哦，我想等下张委员也请你说明哦，就说你提案嘛，院内是好沟通的，但是到外面是不好沟通的呢。像我的脸书啊，我说我有排了这个三级啊 ，ketamine 把三级变二级这样的法案在审查。但是哦，大家还要凝聚共识啊，不太容易哦。这个要推动，行政机关也没有很支持，其他委员也不一定支持这样。我是被骂惨了，一片骂声啊！请你公布那一些官员出来，我们要去向他抗议。请你公布那一些委员出来，我们要跟他抗议。所以我们的社会跟我们这专家、行政机关以及委员、专业的委员之间的认知是有很大的落差的。所以为什么那个菲律宾那个人选得到总统，你就要知道说民意的落差跟专业的落差是很大的。那我们要如何做哦？所以张委员，请你发言哦。我还是要说了哈。抽烟会不会上瘾？大家都知道，不然我们可以去问我们的柯总召，抽烟会不会上瘾？我刚刚听到 ，ketamine 好像是娱乐性用药。政府的态度既然是这样，难怪要解决这个事情拖拖拉拉。政府的态度就是这样，民众如何能去信服这个政府？你 ketamine 一年刚刚讲一年查获1000多公斤，1700公斤，讲句难听一点的，那其他的呢？说什么是黑数？政府没有努力去查就是不对的啊！你的警察局、你的调查局没有努力去做就是不对的啊！还什么叫黑数？政府该做的事情都没有做啊！我们今天提这个是因为。就像刚召集人讲的，社会已经真的严重被毒品侵蚀到非常严重了。这个校园里面有多少？我就不相信你们警察如果真的去校园每天去给我查，我们一天我们台湾查到的量才只有这样吗？你去学校里面的看，学校的厕所常常就有那个 ketamine 的味道，啊，那些呢？那些难道在校园里面就是黑数吗？把它当成黑数吗？我真的觉得政府是一个态度的问题。你今天你的毒品已经危害到我们的青少年这么严重了，那你说政府，当然啊，现在啊，法务部会说啊，什么我们啊这个监狱里面啊不够空间。我讲句难听一点的，不够空间是政府该解决的，跟处理这个事情有什么关系？我认为这个哦，这个问题当然要各部会哦一起去努力。我也同意有直的、纵面跟横面，要各部会来，
不过我认为政府从头到尾的态度都是消极的。然后呢，我也认同很多小比较年纪小的学生，如果因为这样，他可能会中断他求学，他什么，那其实都可以配套啊。我们有很多废弃的学校，不止刚蔡委员讲的，不止大学，不止什么，我们因为少子化，很多国小、国中都已经是废弃的学校了。难道我们这些比较年纪小的，我们不能够以这个废校这一种，然后把他们专门送去那里，然后让他们继续学他的学业，那然后也不会说进去这个那个监狱里面变成一个大染缸。我总认为啦，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我还记得我们之前行政院有开放美沙洞的那个替代疗法，当初要做的时候也是反对声音很多啊，但后来还不是做了，就是看你有没有魄力，有没有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哦，我很感谢召集人今天排这个，可是好，今天没有要进入逐条，这个我觉得因为各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但我跟你讲，我希望坐在这里的所有的政府官员，大家都很辛苦。但如果你们真的去啊，我们的社会真的去走一趟，你真的去走一趟，就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你们常常接触到的，就像刚刚次长讲，那个讲的，我们在座的可能都不会吸毒啊，对啊，因为我们有受过，在这边大家很多人受过好的教育，受过了什么，你可以去自我克制，可以去自我什么。可是现在问题的严重性是，很多还没有完成教育的小孩子，他没有判断力。那你为了我们政府没有作为，然后让他误入歧途，然后结果的影响呢，是以后整个台湾的犯罪率提高，整个台湾的竞争力下降。这不是一个整个台湾未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吗？我不知道刚刚所有的在座的人，刚刚有回答的人，你们有多少人，有接触到我们啊？这样讲比较不好意思，我们接触到外配的小孩子、外配的家庭，你们都坐着，你们举手就好。只有一个，其他都没有吗？都没有。啊，外配的家庭的朋友啊，或是你有接触到整个外配的家庭，他们啊遭遇到的问题或什么的，有没有？有没有？有的，只有一个敢勇敢举手举很高嘛，因为你可能有在基层服务过。我说真的，如果你们都没有去接触到，你们刚刚所讲的那些话，只是你们很狭隘的观点，只是你们站在台北市在看天下，你们只是天龙国的人而已，这样子在执行政策会有很大很大的盲点啦。所以我在这边我还是呼吁啦，大家正式来面对这个问题。很多的问题我知道，有学生的受教权的问题，有什么监狱什么问题。但是我跟你讲，我如果是一个人民，那是你政府的问题，你应该帮我们解决，而不是因为这种问题，你反而让这个该做的事情没有去做，这不是一个政府应该有的态度跟有的方法。我还再说一次 ，A 案 B 案都好，像这种拖案最不好。我们如果在这边混，民意给我们很多的压力，但是呢，我们如果陪着他们在混的话，四年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在这边要跟召集人说这一个很多的理由。如果我是行政首长，我认为那就是去解决啦，没有理由不能解决的啦。行政首长我也做过了，就看你有没有那个决心去做而已。好，谢谢。好，我刚刚算过了1700公斤呢，一公克如果是可以给三人一次吸用、食用一次食用，三个人一次食用一公克，我假设多少？对了，
但是可以让500万人吸食了。但是啊，如果一整年算下来，假设重度使用者一年哦吸食100次嘛，哇，这个很重度了，3天吸一次了哦，算是很重度使用者。这样可以有多少人使用？50万人左右了。好，50万人可以给50万个重度使用者，5万呐，对不起，5万，好，5万个人。好，这个是我们查获的，没查获的哈。如果用推算的，用刚刚法务部讲说那个矫治的人哦，被戒治勒戒的人哦，大概是1:10啦。被抓来勒戒的跟外面没有被抓进来的，大概1:10啊。所以 Ketamine 用这样子的推算哦，大概吸食人口哈，可能有50万人呐，在台湾呐。那这其中80%是学生呐、啊，因为成年人吸食 Ketamine 的是比较少的，就是说未成年的比较多，是吗？上班族也有哈，就是说年轻人呐、啊，我们应该给他界定，就是80%是年轻人在吸食 Ketamine 呐、啊，所以是还蛮多的哈。所以其实问题也是还蛮严重的，就最少是几十万人、啊、不是教育部刚刚讲的一年1000多个人使用，那怎么会有1700公斤呢？对不对？如果 一年只有1-2万个人在用，谁会去制造1700公斤来给你抓啊？会去进口1700多公斤？这个还不包括用掉的，是被查获的。所以显然那个问题是比我们想的，比我们的统计数字来的大了，这是很可以确定的。好，只是说我们要如何？那我们也认为，我本席我也认为这个问题是严重的。那也认为这个问题哦是要处理的，而且是可以处理的。他因为不管你把他当作病人。病患也好，或是说犯罪者也好，我认为啊，他最重要的是他会伤害身体，这是第一个，就是他是一种滥用的药物，一种毒品，对身体的伤害是大的，而且是对年轻人伤害是很大的。第二个，他可能有成瘾性，成瘾性会衍生出其他问题，因为成瘾。会造成其他的犯罪了，比较容易会没钱，然后去因为成瘾，他有被强迫性的要去取得财物或是怎么样，然后去买、哦、所以这个是毒品哈、哦，滥用药物它的问题，一个是伤害身体严重性，一个是成瘾性所衍生出来的副作用，造成社会的其他犯罪，所以当然是值得我们去重视，而且去想办法。要去想尽办法来遏止、哦、那我们也不认为菲律宾那种方法是好方法啦、哦、简单但是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好 ,OK, 所以针对这个临时提案、哦、我们要来处理。请宣读临时提案。提案 A。鉴于现行监所超收比例居高不下，其中监所收容人数以毒品案件所占比例最高。根据法务部矫正署今年4月底的统计数据，在监毒品受刑人占全部在监受刑人之48.3%，其中单纯适用者人数为9659人，占全部毒品犯之35.6%。现行毒品政策是否发挥其作用，时有检讨之必要。倘若贸然修法，将 Ketamine 从3级改为2级毒品，而未考量现行监所收容空间、第一线矫正监护能力及预算成本支出等是否足以因应，则至少将有30000件以上之 Ketamine 适用者将被送进矫正机构，不仅无助于改善青少年之药瘾及药物滥用问题，同时更将恶化我国预症管理现况。况且主管机关法务部对将 Ketamine 改列2级一事一持反对意见。认为该方案不仅无助于减少青少年使用毒品，甚至因中断在学学生之学业等负面影响，而不利于防毒工作。基此，请行政院就我国毒品防治问题提出整体政策计划，
待行政院提出上开政策计划后，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再就本院委员黄国书等人所提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部分条文第二条、第二条之二、第十一条之一及第二十九条之一等条文修正草案共十案进入逐条审查。提案人顾立雄、周春敏、尤美女、蔡玉云宣读完毕。我的建议哈，因为刚刚法务部说他们也有提版本的，就是说不是只有整体计划啊，这计划而已，而是说他们针对这个条文，因为他这针对那个基金的那一部分，他们也有版本，是不是请顾委员，我们来修正一下这个里面的内容，就是说因为法务部也有他们的版本，即将要并案进来，所以我们当然希望可以定期一并来讨论，好，所以。修改一下，请议事人员来修改这一部分。我张委员啊，洪路兄哈，我还是会再排案嘛。好，我一定会排了。那到时候逐条哈，我们再一条一条来讨论，还有很多其他可能性啊。就是说，也许我们可以在贩运那一部分去加重啊，不一定那个吸食的那一部分哦，使用那一部分。不一定直接把它提到变二级，三二变二嘛，有时候也可以针对三级贩运的那一部分去加重，就是说还有我的意思就是说还有很多可能性，我们可以继续来讨论。顾委员，没有，我只是说明一下哈，刚刚主席说修改文字这没有问题，那是不是议事人员修改一下？是。那么但我还是说明一下哈，现在就是说三级现在大家最重视 K 他命嘛哈。但 Ketamine 的那个成瘾性，在生理的成瘾性是没有明显的症状，所以现行的这一个法制之下，直接依照刑法的第十条把它刑法化，然后直接送观察乐戒之后，他的观察乐戒的那个戒瘾的症状没有办法评估，没有办法评估，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体认到，单纯的将 Ketamine 从三级改二级，按照现行的做法是将他直接送入观察勒戒的这个做法，它的问题就是产生会更大嘛，所以那接下来就是说，你当然应该大家问一个问题，说那应该怎么办的问题。然后那这个问题，我当然是觉得，不管是法务部也好，不管是卫福部也好，或者是包括甚至从源头的这个警政署来讲，当然大家都应该要努力的去防堵这个事情。不过。现在就是说，因为有很多的这一个刚刚讲的那个所谓娱乐型的用药，或者是说混合型的用药，它的问题是在于，就是说，并不是在讲说要轻忽这样子的一个所谓娱乐的一个型的用法，或者是说怎么样的一个轻忽了。它重点当然是大家还是要在体认到说，我们大家相互之间有一个观念上一定要有一个沟通，就是。我们还是要永远给青少年或者甚至青少年以上的这些年轻人一个机会，你不要随便，我讲白一点，我们年轻的时候谁没有因为好奇，谁没有因为青春的叛逆，对不对？做过一些在我们那个年纪是送派出所嘛，对不对？我们都做过这些，我是都好不用抓到了，对吧？那如果我们被抓到了，往往变得在我们那个35年前的年代，40年前的年代，那是不良少年，那就被警察进去，然后就再拷打一顿，对不对？对不对？这就是人嘛，人在青春叛逆的时候，给他一个机会嘛，不要把他动辄把他丢入深渊嘛，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观念嘛。越是属于青少年用药的问题。越是不能够用刑法的手段嘛，这个是大家一定要体会的嘛，好不好？洪路兄，嘿，好不好？好，我只是最后讲一下这样。好，谢谢。好，针对这个提案哦，我们这样把它修改哈，这个第二项的部分哈，基此请行政院就我国毒品防治问题提出整体政策计划，待行政院提出。上开政策计划及相关法案后，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再就本院委员等等等，好，到最后的一句，好，
并案审查，好，再一并啊进入并案审查了哈。最后四个字是并案审查啊，这样子，好不好？好，好，那我们这个修正动议就修正通过。好，那这个通过之后，我们就今天的法案就没有办法进入逐条，我们另定期继续进行逐条讨论。本次会议到此结束，散会，谢谢大家，谢谢。